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铁班，好久不见了各位，来吧，我们今天呢来看一下，没错，情人节礼包这个游戏，它这一次的情人节跟过年的活动是完全混在一起的，所以呢，情人节的活动呢就变成只有礼包了。但是这个礼包呢，在第一时间看的时候呢，我相信大家应该会觉得有点傻眼，不对吧？ 3290， 你只给我25万水晶，然后再加上10个终极附魔自选包。十个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个也不过就20颗，才16万，加起来才41万。那我们再加上最后一包的价格，神分福袋，神分福袋，神分。然后呢，他说是有 100% 的几率抽取，那假设我都抽一个我自己想要的，好，孟罗克的附魔石好了，总共有10包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边有10个，总共是2万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我们是18万2万，然后加起来，这算18万吗？再看一下，不然这样有点惨。16万而已欸。好，加起来18万。18万加25万也才43万。我应该没有算错吧。对，这样的话，那我不如直接去氪金，是不是会更香？那这个地方，欸，没错，它有一个小小的猫腻在。有没有想说，不对吧？这一包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官方没可能这个样子啊！没错，它是可以给你去送的。赠送者当前的启动卡普拉贵宾卡，所以我假设我要送人的话，我一定要买月卡才可以。然后呢，赠送在双方开始前就已经要是好友。然后呢，赠送，其实我有点不太懂这个。就算我今天不是，我后面才加，也为什么要等级限制？就算没有也没差，反正我不是要花台币嘛，对吧？好了，不管不懂他前面的限制，反正就有一些小限制。然后他这边有说啦，每个角色活动期间同一个价位的礼包收取次数不能超过3次。哦，这会不会怕是说我今天氪金了买了这个东西之后，然后再退费？这样的话我送给对方，对方就有，然后我就可以白嫖到一个礼包。有这个可能吗？好了，不管如何，我们就不要想那一块，我们就想正常的方式就好了。购买礼包后呢，需要在当日就完成赠送的操作，所以啦，这个东西它应该是两倍。不过对于本账号而言的话呢，它就只会有一个东西而已，等于是我一次氪金，两个账号可以同时拥有。但是这个游戏又不能交易啦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还是只拿到这个素材，但是你可以跟你的朋友、跟你的情侣，或是跟你的工会成员这样一起买一个礼包，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会香那么一些些？不然的话，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奇怪了。好，首先呢是我们的卡片自选包，仅限购一次。等一下。170块买一张蓝卡，哇，而且还是普通蓝卡。如果这个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话，哇靠，这一定买到。但是都已经过那么久了，可能啦，就是拿来补卡池吧。啊，如果真的要的话，有什么出血抗性、盔甲损坏，安必斯，好，顶多就最终攻速吧。不然就是大角熊。我们看一下价格，一张63600水晶，63600170块的话是25000，这个还算有赚。这个还算有赚。假设你今天是要打角熊的话，然后呢还给你高级强化自选包。不过这强化自选，我相信有在玩的人基本上都已经快要突破了，甚至呢已经要迈向5或是迈向6上面去迈进了。然后呢再来是神分福袋，等一下，不是情人节吗？这个名称我可能文学造诣没那么好，我有点不懂他的意思。然后呢是有几率给你拿到 100% 下面的其中一个。那几率最低的话呢是我们的这些浓缩的能力，浓缩的铝神经跟我们的神之金属吗？那个祝福啊，反正就是金链5到8的部分，4000多，所以4000多水晶，然后再加上强化自选包，假设我们也给他看一下，总共是5包嘛，对不对？5包的话，我们用武器的方式下去看，是来到了17000加4000，所以这边算2万，2万这个刚刚看的大角熊是6万，所以总共是8万水晶，8万水晶，然后去用这个储值的方面去讲的话呢，就算你今天加倍，也不过就是25000水晶。再加上25000赚，那我今天全部卖掉的话呢，也顶多6万。所以第一包的话呢，还算是可以买，甚至我今天本账买都还算赚。但是就是看你需不需要了。像我现在买的话呢，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个东西啊，除非我要去搞第二套装备。有啦，是有在搞啊，可是那个搞的速度就没有那个必要，也不是你的主战力会用的东西。这样子，好了，那这个部分的话，而且它还可以两边都有啦，可是就没有办法。我硬要讲的话，我虽然玩三个账号，但是我也只玩主玩一个账号而已，所以这对我的诱因，我觉得没有到那么的巨大。好，那这个第二包的话，他这边还有开哦，没有，他没有在赠送东西，也是限购一次的66,700块台币，它是古城蓝卡自选包哦，这个就有血卡了，这个血卡其实还不错啊，虽然说跟那个朱诺比起来是有点差，但是它的血卡20%还是很香。然后总共是670块的话，总共是162000水晶。然后我们这边再看一下其他东西，金链自选包啊，这个应该就是可以拿来用的了。金链自选包的话呢是10个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这边的话呢是16万，然后这边的话呢是总共可以拿到
这边总共可以拿到10颗是4万的话，这边就是20万，20万再加上这边的5颗的话呢，给它算2万水晶就好，总共是22万水晶。20万水晶的话，如果我们单账号拿的话呢，如果以厨子而言的角度而言，还蛮划算的。可是就看你一样啦，那个卡片你有没有要拿到？如果你有那个卡片的话，那就还行；如果没有那个卡片的话，就没有那个必要。只不过就一样，它还是有2倍的价值在，你可以送给你的朋友。只不过那个送也就只是送而已，因为你拿不到。如果是两个人一起买，这个就可以。如果两个人一起买的话，这样才330而已，这样的话就划算多了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是艾尔帕兰蓝卡自选包哦。因为如果现在要讲的话呢，抽卡应该都是抽最新的吧？因为如果最新那个还没抽完，应该不会先抽旧的。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如果到这边的话，感觉还行哦。我们可以拿到梅纳海葵，如果假设你还需要的话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梅纳海葵现在的价格是来到了30万。我见它价格哇，剩两张，还是有人在拉。以属性，以饰品而言，加火属性好像目前还是只有这张而已，对不对？假设我今天要的话，然后那这个的话呢，一张是来到30万，那这个价格应该就很高了吧。而且它是自选吗？可选择，那其实还行。对吧？那其实还行，可是要3290，好吧？那好像不太行啊，好像不太行啊。那我们一样，那总共是来到了10包的斐扬自选，那我们算武器就好了。20个是16万，加上30万，这样的话呢是来到了46万。不过这我是以海葵卡为主，因为其他卡片的话还要再去思考一下，有些卡片可能去打就可以了。像如果蓝鼠卡片的话，23万，对，还是有它。不过卡片也快没了，因为可能人都已经过去了，等级的幅度都已经过去了，旧卡再拿到，可能就只能靠转蛋的部分去转了。那我这边海葵卡30万，这边16万，加起来的话呢是46万，然后再加上10个神分福袋，那这个的话一个算4000，总共是4万块水晶。那加起来的话呢，这边大概是50万水晶。那3290的话，两边都可以有一个。那一样，主要是以卡片为主。那卡片看你这个地方有没有需要的，当然是要高价的部分。如果有的话呢，找另外一个跟你一样有需要的。如果这样一起买下去的话呢，只要1600多水晶，1600多块的话呢，算是一个基本加倍，然后可以绝对拿到卡片的东西。这样算划算吗？一样啦，就是厨子啦。如果你厨子出完了，那可以买啊。如果你还没出资的话，可以先出资。但是如果你出资的目的是为了卡片的话呢，那买这里说或许不错，因为它可以自选。对，能自选跟不能自选，大家都知道这有多痛苦。好，那接着的话，哇，礼包还蛮多的呢，真的两阶段呢，可是每个都只限购一次哎。然后再来的话呢，是170元的强化自选。等一下，所以就哦，卡片版本的，所以它前面的卡片给你算25000。然后后面的卡片给你算670，就是10万。3290的话就是算25万。那我刚刚算的是30万。那我今天如果要储值的话呢，我们就算3290。那如果今天我要储值的话呢，来，我们一样再来看一下25000水晶。这个的话呢，总共给你5个。5个的话呢是17000多水晶，加起来的话是来到41000水晶多，然后这个的话呢是4000，所以是45000水晶，170块买到45000水晶。整体而言呢，我觉得没有到挺划算的，但是呢你可以跟两个人一起买的话就还算划算。对，两个人一起买的话就是标准了，标准双倍礼包，那一样就是你出资出完的就可以啊。如果出资还没出完的话呢，可能就再思考一下了。好，一样，水晶670元可以买到10万钻石，然后加上10包，这个总共是40颗，所以是4万，15万，然后5颗嘛，所以算2万，15万，17万左右。那670块的话是10万，再加20万，20万，哇，那这一包蛮不划算的，670块这一包感觉偏不划算。对，就算是除以二，330块，330块买的话还是可以的。对，那可是，对啊，你要找到人跟你一起买，你只要找到人跟你一起买的话，都算划算，都算划算。但是如果你要一个人买，然后养分身的话，就看你分身有没有厨子啊。像我分身本身没有在厨子的话，我就觉得不是那么的划算。好，一样，329025万水晶，3290可以买到50万水晶，大家都知道。然后是终极附魔自选包，一样是10包，所以20个。20个这个的话呢，是给他来到了16万，加起来是41万，41万再配上10个的话是4万，45万。3290买45万水晶，完全就是不对的东西。但是如果今天除以2的话，变成1690 1645，买到45万的东西的话，就算是标准的2倍吗？我觉得2倍亏一些些。两倍亏一些些，那就一样了。当你这边全部都除完了，如果你还需要的话呢，那就再买啊。如果
如果你的是缺卡片的话，我觉得还可以，因为卡片要自选的话呢，你可以先看比较一下你的卡片。如果你的卡片是高价的，大多数人应该会是要海葵，或是好像也只要海葵而已吧。感觉我觉得其他职业不是很熟啦。对啊，如果是我的话，假设我今天我要海葵，那海葵这里的话，我只能去抽，不然就是去买啊。如果今天我本来就要买了，这里又是有三十几万，那我不如买这包会比较划算，然后再找一个朋友一起买，可能就会划算很多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的情人节礼包啦。不过总觉得这个情人节很像就这样子而已吗？真的没有东西了吗？对吧、啊？有一点小可惜。不过他这个送礼机制我觉得还算不错。但是比起情人节，我更希望的是这个 RO 可以赶快开启家庭这个系统，就是把一个小朋友把另外一个角色变成小孩。这样的话呢，传送这件事情跟复活这件事情就可以变得更赞了。好了，我是 PFY， 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了。三二一，拜拜。